我们今天这边呢是在介绍就是最先进的电子书包系统。那在这个系统里面的老师使用电子白板，那学生使用前面这边看到的平板电脑，就可以做一个教学上面的互动。那我们的电子书包系统呢，是可以支持学生在不管是在课前的读，还有做一些 research 的部分，或者是在课中可以读一些电子的阅读物，然后一样也是可以做 research， 然后再来是很重要的是可以跟老师做一个互动 response。那在最后呢，在课后我们会提供一个学生的个人报告，还有remediation， 也就是补救教学的部分，让学生在不足的地方可以来做一个补救。那我们这一套系统呢，是老师是使用 HiTeach 这个软体 ，HiTeach 软体是使用在这个电子白板上面，那是 Windows Space， 也就是用 Windows 的系统所操作的。那学生的平板呢，可以是 Android 的平板，或是 iPad， 或者是 Windows 的平板。那学生使用的是这个 HiLearning 的软体。那透过一个无线网络的环境呢，老师和学生就可以做一个页面传送或是档案传送的一个互动。这边的朋友可以，我们这边总共有四台平板可以来加入我们来上一个简单的课哈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来一个简单的一个练习活动。我这边有一个迷宫，那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页面推送给每一位同学。那在这个平板，这是某一位同学的平板的画面，在平板上面你就会看得到老师送出来的画面，跟我现在送出去的画面是一样的。那请大家用这一个笔的功能，按下笔，然后选择你喜欢的颜色。那从这个入口这边，好，走到任何一个出口。那我等一下会揭晓答案，说每一个出口代表的是什么意思。它其实是一个性向测验，好，每一个出口它会有一个推荐的你比较适合你的职业。好，当你们写完以后呢，请你按对不起，写完以后呢，我老师这边我可以用按这个按键来收集学生的页面。那在学生平板上面左上角你会看到有一个跳出来的一个小 icon， 点下去，按钮点下去，你就可以把你的page 送到老师的电脑上面。左上角的哈，我们现在有看到一号同学、三号同学、二号同学陆陆续续把他们的作业都上传上来。那我只要点一下这个绿色的按钮，我就可以把所有学生的作业都放上来比较，做一个比较。那我看大部分同学都是两位同学走到C 的出口，一位同学走到 D 的出口。好，那像我刚刚讲的，其实这是一个简单的性向测验啊。那我们等一下就揭晓说你比较适合哪一个职业。好，那我简单说一下 C 呢，比较多人选择走到 C 呢，你看它的路线很简单哦。其实这个 C 的走到 C 的人，表示你是非常的重视你的注重你的这个最终的 goal， 你的目标，那比较不 care detail。所以适合你的职业是什么？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所以你可以当音乐指挥家，或者是说律师，或是你可以参选美国的总统选举，也许你就是下一个奥巴马。那每一个出口你都有这样子的推荐你适合你的一个职业。那我刚刚展示的呢，其实是我们用我们老师的软体，还有学生的软体上面可以制作电子的教材。这电子的教材可以在老师和学生的手持装置中互相传递，但是有时候其实大部分的时候老师们用的不是电子教材，是书本或者是说考卷。那在这时候他必须要用电子白板来教学的时候怎么办？非常简单，我们启动这个实物提示机。那我把我需要的页面放在实物提示机上下面，那我可以调整一下它的焦距，放大一点。那等到实物提示机定焦以后呢，我就可以按一个按钮来把我的课本直接贴到老师的白板页面上。那贴到白板页面上，我当然还是如果还是不太清楚，我再把它放更大一点。
好，那我现在把这个页面一样推送给学生，我们来简单练习一下这个 conversation 哈。那我们现在在上课，大家配合我一下，我们来练习。好，我当 Mel， 那你们当 Jack。好，我先哦。So Jack， have you ever been abroad？ 哎，在你们的平板上有没有收到？没有吗？那我再推送一次。那你可以看到学生的平板已经收到这个老师的页面了。那我们再来练习一次哦。Have you ever been abroad？ 好，很好。Where have you been？ Oh， very good。现场同仁帮忙拍拍手，鼓励这几位同学。好，那我问一下，哎，这位同学，你有去过澳洲吗？没有去过澳洲，那你有没有在Discovery 上或是Nat Geo 看过澳洲的消息？有。那好，那我们就来考考看大家对于澳洲的一个了解的程度。好，我这边有几个 items， 那有一些是来自澳洲，有些不是。那我现在先把这个页面推给大家，我们来做一个练习，看看大家对澳洲了解的程度到哪里。里面有四个 item， 四个东西不是来自于澳洲。那麻烦大家用点这个笔，然后选择一个你喜欢的颜色，把不是来自澳洲的四样东西圈出来。好，当你圈完以后呢，你可以按左下角这个按钮，左下角橘色的这个上传的按钮。好，选择第一区以后，直接按蓝色的按钮上传。这么巧。好，当我收到页面以后呢，我可以看到在这里有第一位学生，这是第二位学生的页面，第四位学生，好，这是第三位学生的页面。好，那我们一样把大家的页面放到上面来看一下。大部分学生都很厉害哦，都对澳洲了解的还不错。总共有四个 item， 这位同学是满分，这位同学也是满分。那可不可以请三号同学，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这四个 item 各是来自于哪里？请问这个是荷兰，很好。这个是 Netherlands。好，那这边呢？日本，对，这个是那个武士刀，所以它是来自于日本。好，那这个神像是巴西，没有错。最后一个是泰国，哦，很棒，非常棒，100分。好，不好意思，那我们好，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些 item 都是来自于其他的国家，那大家现在对澳洲也有一点点了解。那还有一个简单的问题是 ，OK， 这里也是一个澳洲非常有名的景点，叫做 Ayers Rock， 英文叫 Ayers Rock。那我想要问问看大家了不了解，它的原住民的原本的名字是什么？那你可以看到，当我有一个事前设计好的一个问答题的时候，在学生的页面上就会跳出这样子的一个像遥控器的按键盘。那你可以运用这个键盘来点出你要选择的选项。当你点下去以后呢，老师这边的这些数字就会有做出反应。好，比如说一号同学。一号同学，当他按下任何按钮的时候，他的名字就会变成红色，他的数字就会变成红色。那我点一下，我可以看得到他的照片，还有他的号码名字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对于老师来讲是一个上课非常好的一个工具，因为我可以了解说我的学生有没有专心在上课，在我问问题的时候他有没有 participate 在里面。更甚呢，是我们可以及时的来看到一个统计的结果，我可以知道学生，他们对这个课或是这个问题了解的程度，那我可以依据这样的一个统计结果来调整我的教学脚步，还有我的教学策略。那这个图呢，我一样可以贴在
页面上，让大家知道说正确的答案是哪一个，然后多少同学答对，多少percentage 的班上多少 percentage 的同学答对。然后刚刚我们有试过，就是互相传送页面，然后用这个遥控器来回答问题。那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互动的方式，也就是send message。学生呢，他可以运用一个text message 的方式，也就是传简讯的方式来回答老师的问题，或者说反馈给老师他的上课的一些想法还有意见。比如说我这边有一个问题 ，How many countries have you been to? Which one is your favorite? 那去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呢，你可以按下这个 message 的按钮。当你按下这个 message 的按钮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画面，你可以输入这个答案，你可以先给我一个数字，好，你去过几个国家，然后加上一个逗号以后，放上你最喜欢的国家的名字。当你做好以后呢，就可以按下面的蓝色的按钮，蓝色的箭头来回传你的答案。当我现在看到我有收到几个同学的回应了哈，我们有二号、三号、四号同学的，一号同学还没有回答，没关系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同学的回答都在这个页面上了，那我就选起来，然后把它贴到我的页面，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每一个同学的回答。三号同学，三号同学，你去过八个国家。你最喜欢的是冰兰，冰兰。为什么你最喜欢芬兰？真的吗？天气很舒服。那你知道他的我爱你怎么说吗 ？Minä rakastan sinua。记得下次去，你看到喜欢的女孩子，可以跟她讲这一句。你可以了解说，其实这一个系统呢，它是非常非常的 interactive， 也就是互动性非常的高。那增加老师和学生在上课中的趣味，让学生不再只是坐着听课的对象，而是跟老师可以有一个双向的互动。那学生这个课堂会变得更生动，更活泼，那学生也会变得更主动。在课堂之后呢，我们刚刚用按键遥控器按键来回答问题的这些 data 这些数据就可以被上传到我们的 Cloudus 这个云上。这个云平台在收集这些 data 以后，它可以做一些分析，然后就会产出一些报表。那这些报表会经由 email 自动回传给老师还有学生。那老师和学生看完这些报表以后，他就知道说我的学生或是我自己在某一些方面，在某一些 concept 上可能不是很了解，那我需要多注意的地方在哪里，我需要加强的地方在哪里。在这之后，我们就可以上到学校的云平台云端去看这个video， 也就是在教室里面所录的 video。 在教室里面，我们用这个 lecture capture system， 也就是录播系统，可以录下老师上课的样子，老师上课的内容。那运用两个 Speedon 的球形摄影机，我们录下老师讲话还有学生的反应，还有加上老师的电脑荧幕画面，把它结成一个三合一的三十步的一个录播画面，然后上传到学校的云端去。那学生他可以依据自己不足的地方，或是他想要再多补强的地方，就看这样的一个影片，就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加强。那我们的整个 solution 整个解决方案就是可以像刚刚所展现的，可以在课中、课前还有课后来达到为学生一个服务，硬体上不管是硬体上、软体上或者是云端上的一个服务。那各位同学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来询问我们的这些工作人员，谢谢。